好，谢谢。那我们现在我们继续开会，我们现在进行协商。好，谢谢。那我们请各党团哈去请委员过来协商，然后也请提案委员，还有请有提修正的修正动议的委员哈，请他们来我们委员会哈，我们要开始进行法案的协商。好，谢谢。我们现在开始来正式开始进入协商哈。谢谢我们各位委员的参与啊，也谢谢我们行政部门的哈一个参加哈。来，我们现在针对行政院函请审议远洋渔业条例草案一案哈。那因为有很多委员有版本，包含我们行政版本，好，包含有我们黄兆顺委员、蔡培慧委员、赖瑞荣委员，那还有。包含有本席的修正动议，那还有管碧玲委员啊、蔡培委员，还有邱颖委员都有提修正动议。那我们现在就一并来处理。那有你没有吗？有，在后面，编号是这个。哎、欸，对，好，请各位委员手上哦。这边有一本编号10的，这个包含着各委员的，包含行政院还有各委员的版本。那另外有一本修正动议的，好，请大家准备一下。好，那我们就以这个编号10有写一个10的哈，这个编号的综合版本在这边哈，包含各位委员还有行政院的提案。我们现在开始进行逐条的一个讨论。下面有个编号10，把页数了这个嘿。
因为所有版本都在这边。好。啊？不是，是整个修正动议啦。来，你把那个开始。那就是说，你们看这最左边的是修正动议的条文，那这是我的修正动议，然后我叫他们把它整理好各委员的，然后一起参考。对对对对对对对，让你们比较好参考的啦。没有啊，当然可以啊。到时候再来补签就好了。哎，好，那过来就对了哈。好，来，那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现在开始，因为阿来，好，那我们现在逐条来讨论。我们现在先讨论我们的法案名称，我们的法案名称有《远洋渔业条例》《远洋渔业法》还有《远洋渔业发展条例》我想有这个三个的名称哈。那我们先请问一下各位委员的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意见？来，由我们就是说由这个法案名称由这三个名称里面哈，我们去选一个出来了哈。我再念一次哈，我们的法案名称有《远洋渔业条例》。远洋渔业法还有远洋渔业发展条例。好，那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来，赖委员。好，谢谢主席。我的建议是用那个远洋渔业发展条例，第一个是这个的整个格局上会拉得比较大一点，那另外一个是其实韩国他之前也是一样黄牌，然后他通过之后他也其实也是把它的名称也叫做远洋渔业发展法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精神可以把那个范围再拉得广，不是让人家觉得我们只是一个管制或处罚而已，而是更具有大的一个规格的。我建议名称定位之后，后面整个会让大家看到这个台湾在远洋渔业发展上面的一些企图心。好，那我们就缩短哈，那就变成说我们就不考虑远洋渔业法了哈，行政院版本所提出来的是远洋渔业条例。那赖荣委员也有建议说，是不是可以把加上两个发展下去，就是远洋渔业发展条例。我想这应该比较没有争议性我们征求在场的委员大家同意就好，是不是可以把格局拉开？好，来，行政院来，请说。委员报告，因为交流发展会不会就是说，因为有远洋渔业的发展，那可能要有相对的管理，所以这个条例里面是不是用原来远洋渔业条例会不会比较？中性一点，我是怕说我补充一下，那个韩国的也叫做远洋渔业发展法，那它一样符合，它里面也有发展跟管理也都有，有处罚也都有，其实也都符合欧盟的相关规范，我是觉得没有冲突，就像农业也有农业发展条例这样，对对对，远洋渔业也有一个发展条例，比较大格局啦，比较大格局。喂，我想哈，那个黄昭顺委员虽然没有到现场哈，但是他既然提远洋渔业法了哈，我觉得这也很容易懂了哈，就是针对远洋渔业所修的一部法令嘛哈，那就不用再其他争执什么发展不发展了哈。我想远洋渔业法里面还是可以包括，无论是发展或是管理都可以包括在里面。这样好不好？我跟各委员报告了哈，我们就支持行政院的，就是用所谓的远洋渔业条例啦。好不好？因为条例包含着法案，还有包含管理啦，哈。好，这个我想就尊重这样，好不好？好，因为这个比较没有争议性。好，那我们就把法案的名称，我们定称为叫行政院的版本来通过。好，那我们现在进入第一章总则的部分。我们一共有
行政院版本、黄昭顺版本、蔡培慧委员，还有赖瑞荣委员，还有修正动议哈的条文，那请各位参考一下。那是不是我先请行政院来简单说明一下，好不好？好，主席、各位委员哈，行政院这边报告这一条的主要的重点就是要，有三个重点，一个是要贺主那个一个贺主就是 IUU 的，那一个就是要保护海洋的这个生态环境，哦，是三个这样的，然后要建立一个 transparency， 就是那个可追溯的，重点是这样子。但是委员提出来这一些呢，有不同的那个，有的是说要落实，有的是要确保。那经过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修正动议里面，为落实保育海洋资源、强化远洋渔业管理条例、贺主挥法，这一些也可以包含这样子。那基本上我们是说，我们行政院的版本是有经过一些发布会跟那个法制的那个作业，那就是说这一条就是说，如果内涵能够涵盖的话，就照行政院的这样子的一个条文，是不是可行？这样。好，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特别不懂的看法？等一下，我要问行政院，你今天第一栏是修正动议条文哦，那，你现在又叫我们看行政院版本？不是，这个是我的修正动议。这个修正动议不是就是整合的结果吗？对。啊，当然，当然，就是说他要先提他们的看法，然后遵循大家的意见，然后我们再来做。那你比较一下修正动议，如果你们也可以接受，就用修正动议啊，我们就都用修正动议来讨论啊。我同意，因为里面我们有看过修正动议条文，比如说同样针对第一个未落修正动议条文里面未落实保育海洋资源，其实跟后面强化海洋渔业管理这句话就已经隐含后面刚刚我们署长讲的。我们会定远洋渔业条例里面，其实就是要落实这一个保育跟管理，所以我们同意这个修正动议的条文。好，各位委员，那个我跟大家委员报告一下哈，那修正动议里面的第一条条文都有涵盖的整个包含行政院还有各委员的版本在里面，所以因为这个比较没有争议性，所以征求在场的委员大家的同意共识。好，我们就是不是以修正条文来通过，好不好？好。哎，没有，等一下哈。行政院版本里面有一个长期养护了哈，包括我想好多个委员呐哈，黄昭顺委员、蔡培慧委员，那个赖瑞荣委员，保护都没有删除啊。养护都没有删除啊，是不是就是，行政院版本里面长期养护这个部分也是要加入？跟张委员报告，我们就是有看过黄委员、蔡委员跟赖委员里面他们有特别强调这个所谓的海洋资源的保护或是保育哈。那其实，在修正动议条文第一条就是直接写落实保育海洋资源，其实已经涵盖这个部分了。那这个也是我们原来行政院所谓的草案里面的。所谓的资源长期养护，因为保育的话也或许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没错，但是平常也是要做，所以直接没有把那个时间点放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同意修正动议条文里面，它就是有把我们三个委员跟行政版的文字的精神都放进去。好，谢谢。那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第一章的总则我们就照案通过哈。那第一条我们就照修正动议条文哈来通过。来，我们现在进入第二条。来，各位委员，来，我大家委员有什么建议的都可以说明哈。那我先请大家看一下各个委员的版本，还有行政版本。那修正动议的内容里面呢，整合的大家的一个版本里面写说，远洋渔业依本条例之规定，本条例为规定者适用渔业法或其他的法律规定，就是说在这个渔业法远洋渔业没有规范到的，它要回归到原本的所谓的渔业法，或是有其他的相关规定，这个用比较简单明了的规范下去把它约束。那各位委员，这个我要请教哈，我们是渔业法的特别法啦，好，那其他法律哈是全中华民国所有法律啦，实在是范围太广啦，所以我倒觉得行政院版本才对啊，就是没有规定的依渔业法规定啊，那其他法律的话，那是其他事项去依其他法律，怎么会这样呢？哈，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行政院版本才对。好，那。根据委员的建议，我再重述一下跟各位委员，就是说有委员建议说是不是依照我们行政院的版本，因为如果我们这是远洋渔业属于特别法的一种，如果没有的不在本规定里面，我们就适用
适用渔业法之规定，好不好？应该是一吧，不是适用吧？你们那个法律哈，全国统一一下好不好？依渔业法之规定还是适用渔业法之规定？了解。来，法规会说明一下，法规会在吗？那个了解。法规。适用嘛哈？好，那征询各位委员，那是不是我们这个第二条，我们就以行政院的草案，我们就来所谓的行政草案来修正通过。好，那第二条通过。来，那我们进入第三条。第三条没有修正动议的条文，有行政院版本，还有其他委员的版本。那应该是都一样嘛哈？好，那我们就照行政照行政院版好不好？好，依行政院版通过。好，那么第四条。我们邱意颖委员有另外有加入一个修正动议，邱意颖的委员的修正动议版本，请各位翻开，另外有一个我修正动议的编号3，翻开一个修正动议版哈，另外的来另外一个版本，另外一份资料，来，我们党团因为这主聊太侪哩。来，请我们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行政那个工作人员协助一下，还有党团助理。好，我们翻开里面的第三哈，下面有一个写的大数字的3啊，是邱颖版本的。那这个里面它的定义哈，其实大部分都一样，有没有提案委员或是其他委员的看法？来，是不是请行政单位、请行政院先说明一下第四条？是那个邱委员，他是第四条里面他是说加工包装这样子，他是加这两个字，就是说要涵盖，然后再来就是为医疗作业提供之补给行为。我行政部门是说怕包装，如果是附属的包装，这个我们接受，这个是，但是怕就是说。是不是鱼产品别项的包装会加入去安尼？哦，如果是加工的包装，这个我想可以吧？加工就含挂含哎呢？它是要个顿号。委员，不好意思，请用麦克风好不好？好，因为这麦克风才有记录哈。加顿号 OK 吗？加顿号应该是 OK 吧？因为他们现在远洋渔获的捕捞都是在海外进行这些加工、包装，然后就转销了嘛。对，这就是附属。其实加工包装哈，加工其实就涵盖包装里面的啦。那要不要特别分开，这也无所谓啦。不会丢了，微波包装好啊，好。加工还有分两种，按照经济部的定义，还有一个叫简易加工。嘿，就是有简单的这个包装，但是如果要额外再放进去，其实都不会影响那就顿号，顿号加工。好 ，OK， 好。好了，好不好？那就这样而已嘛，哈。好，谢谢。好，那顿号包装嘛，哈。好，那。各位征询各位委员同意，那我们第四条哈，在这个，请说来。不好意思哈，针对第四条的几个定义，我们有一些意见了哈。第一个，委员，那个邱委员跟委员说明，因为我们第四条是在定义所有的名称，那我们的第四条的第二。款里面它是写渔捞作业的定义嘛，那所以我们就把底下都定义为，比如说探寻、诱集等等这些动作都是所谓的渔捞作业，所以后面有一个在或为渔捞作业，有点就是说前后会有点很累，因为我们是已经在定义渔捞作业了。这个也跟蔡委员里面这部分的那个，嘿，是不是我们这个部分可以稍微删除一下？对，我知道那多的是。好，来，那好，我们请蔡委员。
好，针对这个定义的第观察员哈第十三这里啦，他观察员是讲说，主管机关国际渔业组织或渔业合作国指派，在渔船负责执行查核、收集资料、采取生物标本。这个比较是海洋研究院的那种研究工作啦，所以我建议针对观察员的，我把它调整为要针对这种符合国际规范来派随船观察作业的人员。大概是在第四页上面哈，行政院版的第十三项条款，对观察员跟我提的第十四项。我建议行政院版的比较像是研究工作啦，那我觉得说针对这个观察员他接下来要肩负的任务，可能会随着整个远洋渔业的养育保护跟渔捞有不同的规范，所以我觉得那个规范应该建议要比较宽，就是比较把他的工作的项目拉宽一点这样子。那就是把那个蔡委员那个观察作业加进来行政院版本嘛，因为行政院版本的范围比较广，就是说行政院的观察员他除了做观察作业，其实他反而比较多是在做这些资料收集啦、采集啦。好，那资料收集、采集哈跟观察是不一样的。那现在行政院版本却把资料收集、采集当作观察任务的内涵，这是错的。所以应该把培会委员的观察作业列出来，跟行政院版本的资料收集并列啦。啊，把行政院那个等观察任务那个删掉了，你们文字整理一下啦。好，那个有委员意见哈，那是不是请行政单位先整理一下好不好？好，我们行政院版的十三的观察员，然后融入我们蔡委员的十四的观察员的一个建议文字，然后我们十三哈跟蔡委员的十四，然后把它文字整理，然后纳入行政院的版本。好，你们待会整理好不 好？那我们这个先把我程序问题哈，来请说。你们那个委员会这里哈。我们在那个教育委员会哈，他们是直接就显示在所有文字的修改在上面呢，我们就直接这样改给大家看呢。啊，你们电脑作业没有拿出来？啊，对啊，你就直接我们版本都打上去，然后要怎么修都修在那里，要大家看看看 ，OK 就过了呢。啊，啊，你们为什么没有这种设施？啊？哦，是你是那个文化部做的、哦，我们修文字法的时候都这样，行政机关做的、哦。啊，你农委会爱宠啊，你农委会比赛不会啊。阿雄帮你改啊，啊无恁即马拢家己在改，阮也无法度帮你做伙改。啊，你即马改出来讲予阮听的时阵，阮才阁甲你讲爱阁安怎改，足浪费时间的啊。可以接吗？我们现在马上接啊！好，好，那你电脑打一打就接。好好好，谢谢谢谢。那你在这个文字修改之前，可不可以针对这个第四条里面哈，在我们行政版本的第三款里面有一个远洋渔业的定义，那它是使用渔船于公海域或其他国内水顿号。临海或专属经济海域，然后底下括号以下简称管辖海域。这个管辖海域就是有包括我们国家跟其他国家的管辖海域。这个管辖海域就是前面的所有这些领域的统称。那在邱委员跟蔡委员里面，他括号是把它写他国，那其实可不可以就是把这个他国还是回到原来的这个管辖海域？因为我们是有包括我们的国家跟其他的国家。两位可以吧？好，我们就照行政院的啦，远洋渔业的里面的规范这样就好了啦。好，谢谢，谢谢。好，好，那其他的条文里面啊，大家没有任何的争议。没有，我知道，我艺术工先保留了，然后他们改好，我们再跳回来，这样比较省时间，好不好？可以吗？哎，对啊。啊，先保留啊。啊，你得等。好，好不？好吗？啊，来。好，那我们第四条哈，就照行政版本，但刚才讲的，我们现在做文字修正，我们先第四条予以保留哈。来，我们现在进行到第五条的部分，
那第五条的部分，我们邱毅委员也有修正动议。来，我们先请也行啊，行政单位先说明一下。是那个第五条基本上是一些，哎，基本上是除了上面那个前那个第一项那个是没有，我们是接受，就是改成国家行动计划，这个是 OK 的。那至于那一些条款呢？至于条款，我想行政院这边也是有做一些委员的方面的一些思考呢。那修正动议的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跟行政院这个是可以连接的，就是说永续经营目标第三款的这个永续经营目标，这是我们要的哈。那是不是我们就维持这个就是修正的那个我知道。在问你邱委员的，邱委员的怎么样？对不起。你们先抄，因为邱委员的修正动议比较晚进来，所以你们先参考一下，好，看看邱委员的修正动议有没有什么看法。是，那第五点，那邱委员他是因应远洋渔业产业结构调整，跟着跟那个好像是那个蔡委员的第五点，对对对，蔡委员他的第五点，这个是可以纳入了，可以纳入，哎。纳入在第几项？第几款？没有，就照原来。照你的，对对对对对对，就是第五项，第五项对，哎，第五条的第五款，这样子，可以吗？哈，所以你们有个补助措施可以，对，其他五六七我们就往后。第六款就是远洋渔业监督及管，哎，没，远洋渔业监督管理及其他相关人员资源的训练，是。这个训练是 OK 的，是是，好。人事制度，第六页，远洋渔业监督及相关人员资源建制，哎，这个署长，这个没问题的，这个第六，不是，那是人力资源的建制跟训练 OK 了，这个没问题的，这个没问题。然后第七个的话。第七个跟那个我们的那个第五项就是，对不起，就跟原来的行政院的那个草案版本跟修正动议版本的第五款都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当然同意。那后面的这个八九十，就等于是我们的原来的行政院版本的六七八，所以这个就是往后推。那所以就是照我的修正版本通过。同意，对，可以吗？哈，可以。没有，是在讲邱毅委员。好，对，就邱委员的这一个修正版本的第五条的这个部分。只有五六款吧，前面第三款苏委员的修正动议跟邱委员的。两个啦，要用两个的版本综合啦。对，就是第三款的这个苏委员的修正动议版本里面，永续经营里面。后面五六七款就是照我的版本嘛，对，就是把那个邱委员的那个第五条的第三款远洋渔业之发展目标改成远洋渔业之永续经营目标，那发展策略及计划执行步骤，可不可以改成？好。哦，同意啊，我们刚同意这个国家行动计划。对，对不起，所以。那进来对了，对，这也可以，就等于是说依照苏委员，然后把邱委员的五六放到这个第四之后的这个部分，就是依苏委员跟邱委员的版本综合修正通过了。对，好。就是对了，后面都是照邱委员的了。第一项加苏委员的国家行动计划嘛，好。然后第三款以苏委员的修正通过嘛，然后五六七以邱委员的修正通过嘛，
那其他就以修正版本往后类推的数字修正嘛，这样子啊。议事人员要不要也看一下？因为他们现在已经立刻在打在修正，所以我们自己经济委员会的议事人员，你们要对照一下，你们就不用自己纸上一直写了，你们自己要对照一下，这样子两边就。我们就看上面就好了啦，对呀、啊，这样就对了。啊，那个，这个有没有办法就切这个版本出来就好了？对呀、啊，对呀、啊，就切修那个修正版本啦，不必全部修啦。修正版本，修正的这个版大字一点这样子。这个为什么？对，然后五六七把邱委员的写进去嘛，啊，其他的就累，这样就完成了。所以没有删掉啊。五六七款是照我的，对对对。是内地的，对对，所以他的七就是苏委员的第五，对的，一样。他落空的七。没关系，不用讲了，就照上面的来。主席，你要不要问一下那个约署有没有在执行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呢、啊？对，刚才那个约署他们有说明了，哎，他们已经有说明了，嘿。有没有执行的困难？他们要说，这个是还好了，其实就是因为行动计划，因为是行动计划，就是一个很大的范围让他们去做啊，比较是提示性的说，哎、欸，这些事你们也该做这样子啦。这个本意是很好了哈，但是就是说执行上有没有困难？那预算的编列怎么样？哈、哦，能不能完全落实来执行？是，那这个好像有委员提说。如果要执行这个，就是他有一个条款，就希望有一些经费来支持我们，就这样。经费就是要华丽上，是不是帮我们加？经费就是有钱就多做，没有钱就少做，只是这些范围都可以做，所以目前修法还不涉及经费，就这样啊。那我想你连这都不会回答。每一项这个要执行的时候需要。很复杂，而且、反正你们觉得执行没有什么困难，那预算好，反正现在民进党会给很大的支持的，好，那所以就能执行就好了。来，蔡委员，你有说看法？来，请说。我针对就是这样子的就第五条里头哈，我觉得那个追溯啦，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总质询的时候，那个也特别强调那个追溯系统，所以我是不是建议，就是这是纯建议啦，看大家的意见，我的版本的第八款跟第九款，是不是可以请教行政院的意见跟各位委员的意见，是不是要纳入这样子？大家看一下蔡委员的版本，在我们第五条里面的第八页，第八页里面八九两条，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来，约署，请说明一下。跟蔡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针对贸易商的那一个渔获的这个追溯可追溯性的这一块，其实我们条文25条里面就是针对贸易商，你从采购销售流程，它要建立一套的这样的一个追溯系统，在本条文里面已经有了，所以我们是建议说，在这一个国家行动计划里面，没有必要再特别再把它拉出来增列这样子啦。它是本业啦，它的本质啦，整体的本质啦。啊，行动计划是细项，对了。本条文已经有了，本条文在。好，那个行政单位这里面的条文都是修正过的吗 ？OK 了吗？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先从上面啊，第六条里面第五条，我们现在是第六条。哦，第五条里面有一个国家。姚斌。前面刚才的叙述，国家行动计划啊，第三款，来第三款，看一下第三款，第三款永续经营苏委员的有，永续经营有，好，五六七邱委员的邱莹，五六七邱委员的，看一下读一下，第五款看一下，因应远洋渔业，其实这个，第五。远洋渔业人力资源之训练及相关科技，那个不对啦，你把那个拉错了，五要拉去八，五拉到八，六往前，六七往前，
欸，修正文字不是要念一遍吗？你们怎么没有人在念？我们最后才念啊。哦。我们确认以后还要再重新再确认一次。哦。确认黑鼠的。先往上啊，先到五六。哎呀，爷爷。我在。哎。你的话你念过啊？总结，我也总统会念一遍。唔免念细节啊，通过的，因为咱即马时间等到较济啊，通过的是得讲哦，以什么版本，以什么版本，安尼综合通过，安尼就好。唔免，我拢即马确认，现在每一条都最后主席确认一次安尼，啊，最后就不念。我现在其实是拢同款啦，我固念拢同款啦。好。OK 了吗？是时间较济。来，主秘看一下哈，好，五六七。远洋渔业，好，第八没有变嘛哈，然后八来往下，往下就往下再照列嘛哈。OK， 好，八，要不要回来第四条？好，我们现在好 OK 哈，那我们第五条就照综合那个修正动议，还有邱议员的修正动议来这样做一个整合的通过哈。好，那我们现在先翻回来我们第四条好吗？哈，来，请各位委员翻开第四条，来，我们议事人员请修出来整个的修正内容。第一款，就这样那一只，哎，那个字。这个加工、炖烤、包装，嗯，对，嗯 ，OK。好，请各位看一下哈，加工、炖烤、包装嘛，哈，就这样，好 ，OK， 好。然后第三款，还有哪一款？第三款。第三款。这个维持行政院版，好，那就这个就维持行政院版。那还有一个十三的，观察员的，主席，各位委，可不可以到十三里面哈？就是观察员的定义哈，只由主管机关、国际渔业组织或渔业合作国指派在渔船负责执行查核、收集资料、采取生物标本及等随船观察任务之人，不是啦，你把蔡委员的版本改成负责执行查核是吗？观察员的这个没有，我就是说，把蔡委员的纳进来，你们的啦，纳进去变成是负责执行查核之观察任务之人，是不是？这样蔡委员接受吗？他就是把他没有照我们刚刚讲的下去改，应该照蔡委员下去改不是就好了？我认为观察作业的定义比较广泛啦，将来会随着不同的这种国际合约的改变，所以你们的要求也会改变。所以你不是蔡委员，我们是想说，但观察员他同时赋予两个工作嘛，一个是随船观察，就是我们在这里做远洋条例的管理，另外一个是做那个所谓的科学资料收集，因为你将来在做海洋保育，你没有在这个资料让他去收，所以当时我们刚刚管委员的建议就是把原来的行政院版加那个并列就可以了，本来就是并列啊，并列啊，没有啊，你们没有把它并列啊，你们就把这个蔡委员的哈，其他的有相同的文字的就把它拿掉，它最主要是随船观察作业啦。哦，怎么加到你们的里面来啦？随船观察。随船观察。委员如果指派在，要不然可不可以？就是渔船或者执行船。就是那个有一个建议啦，哈，就是说指派哈，然后先把那个随渔船观察顿号，就把蔡委员的加进来了。好，随渔船观察顿号，好，然后在渔船负责执行查核等等等等这支人，这样蔡委员觉得怎样？就是把蔡委员的那个随渔船观察放在最前面。好，因为我的想法也是需要把这个任务给确定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同意同意同意，这样更清楚。好，那就照那个蔡委员。好，行政院来秀出来一下好吗？
就必须要把不需要的罪责拿掉了，干嘛那么多罪责？好，第一行那个主管机关后面有个顿号，主管机关后面有个顿号。主席啊，我们那个观察员现在都是官方的吗？是官方的，因为我看你们这边也有他国，还有一些研究员啊。那我们到底给他们定义到底是在哪里？不是公务员，非公务员，非公务员，都非官方的。他们就培训一下，哎，真是进来啊，培训过以后，哎，聘用啊，聘用，哎，聘用。是 BOT 的吗？约聘雇没有，约聘雇还是委托其他的非公务体系？没有，他们自己没有，他们自己甄选培训以后派上去。由我们也是我们这个农渔业署甄选，对，就是聘雇了，就是在政府体系底下，除了公务体系的人员，他还有一些过去怎么做？过去有没有这个位置？有啊，过去你们的人选怎么遴选？就是公开招募，然后那个有兴趣的人来。公开招募以后，遴选完了以后，然后受训完了以后，赋予他这些任务，这样。赋予他这些任务。那个署长，你所有讲话都用麦克风。啊，对不起，这个要录音哦。来，请说。是，说明观察员过去在渔业署就是对外，他要公开甄选。所以你这个里面好像有委托什么财团法人啊，中华民国对外渔业合作发展协会来指派。那个是将来如果说这个业务，那个业务的话，这个东西将来的话是由，也是协助我们的这个单位，他可能要赋予，包括很多的那个执行工作要请他们来协助，是这样。等于你们又有一个大包再去找小包就对了。没有。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值得大家探讨一下，说真的哦。你们这个他到底什么人才？渔业合作这个要不要写进来哈？确实可以讨论一下。是，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写在法律里面了。就是渔业合作基本上就是说比较，他是比较专业，他是就来协助。那他比较专业没有错，但是专业不代表国家吧？那这个如果是说在法条上面就是要有一个专业的那个单位，我们也会接受。不用啦，你主管机关你自己要去找什么专业，或者你们自己直接遴选那个，你们可以去设计。但是在法律里面哦，把一个特定的非主管机关加进来指派这个任务，我觉得可以讨论一下，看各位委员的意见觉得怎样。那个就是说那个对外渔业合作不要去指名这样子。是，对，那个我们现在是只有这个专业的单位吗？还是还有别的单位？对啊，王委员，这个有意义哦。是，我们是看一下。这个是，我们还有别的单位吗？不是这一条，他是讲说，对外业和渔协这个东西，将来是不是要承担这个业务？那这个如果说在法条上不去续名这个东西，我们接受。将来的话也是公开这样子，然后去，因为我们以后不知道说我们最后要找谁，是找这个协会还是找你们呢？不要在法条上面去定那个名字，这个我们看大家的意见呢。现在没有，现在在这个条。不过现在这一条还没讨论到，我们到那个院版三十条的时候，王委员的意见有被那个修正版本放进来，就是修正版本把它改成专业组织，没有特别指定它。所以那个我们到时候第三十条再讨论，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这一条的文字最后是不是确认了。主席不好意思，来，我们有一个名词，那个随船是不是可以弹性调整？因为在十三款里面观察员的定义，这应该只有主管机关，比如就农委会，还有顿号其他的国际渔业组织或渔业合作国指派，一般来讲他是其他的国家到我们的船上看的时候，他不是看你随船在捕鱼，而是看你在转载的时候改成在船，因为我们国家自己可以随船，但是其他国家来的观察员是在船上，所以可不可以把那个随船的水那改成在嘛，就改成在就好了，这样在渔船观察。对，我知道你意思，那就短期上来一下就下去，好，做这样的调整。蔡委员可以哈。好，那第四条的文字大家最后看一遍，有没有什么地方该改未改的，你秀一下我们修正的几个文字来。第四条哈，
包装嘛，哈，这是邱莹委员版本的修正第一款，哎，来，接下来就第一款照邱莹委员版本修正，然后第十三款照蔡培慧委员修正，所以我们第四条就综合行政院版本跟蔡委员与邱委员的版本修正通过，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下去第六条来，第六条，我们建议用啊，怎么样？你们还有什么事？十八款怎么样？十八款怎样？十八款没有人修正你们的、啊，你们自己有意见哦。专属经济海域指临接临海外侧至距离临海基线。两百海里间，不超过，加不超过三个字。好，这各位有没有意见？就照他们意见了哈。好，那就还是好，距离改成不超过。距离要不要留？你们法制单位说明一下好不好？这个国际法应该有通案怎么写嘛？国际法的通例都怎么写？啊？报告委员，其实这个它是指临海基线到两百里间，其实就已经指定了这个范围，啊、所以不超过，应该不超过不要了，不用不超过了哈。就是临海基线两百海里间之海域啦，我们就照国际法的通例下去写。啊，距离两个字需要吗？好不好？就不用距离了嘛哈。我刚刚听他距离也不要嘛哈。照原来，不好意思，就把那个其实是不必啦，其实是不必啦。以中文来讲哈，根本不必距离啦，就临海，就是跟它的基线两百海里间嘛。对呀、啊，是不必距离啦，没关系，你们要加就加。所以我们不超过这个，啊、不超过，不要不超过了，就用、啊、不超过拿掉，对 对, 對，不超过拿掉，要距离就给你了。好啦，照还是照行政院院版啦，不要再修正了啦，也不要距离，也不要那个啦。你们原来的法制单位其实就是国际法通例在写啦，哈。好，那我们第四条就这样哦，哈。一，邱莹莹委员、蔡培慧委员及行政院版本综合修正通过。好，来，接下来我们看第六条。第二章的章名要不要先确定一下？第二章章名远洋渔业许可及管理，看起来所有版本都一样，所以我们就按照所有版本综合，好，就这样确定好不好？好，第二章章名远洋渔业许可及管理，来，接下来第六条，好，第六条邱委员也有修正动议，然后各版本哈，看起来我们依行政院版本讨论好不好？请行政院版本比较一下好不好？主要的差异在第二项。主席跟各位报告，那行政院版本跟这一个修正动议条文的这个差异里面，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第二项这个拿掉，那在修正动议条文里面，其他已经有把这个期限放在这里，所以他们两个的意义是一样的，就是可以不必加就对了。对对，我们的第二项是可以拿掉的。你们拿掉，然后用修正版本的第二项。对对。我修正版本的第二项。它就是前项作业许可之申请资格顿号条件顿号应备文件顿号程序期限期限，这个期限其实就是涵盖我们刚讲的那个前项作业许可期限最长一年全部。嗯，所以你们拿掉嘛，哈。然后后面全部都是苏委员这个修正动议当第二项，然后再接你们的第三项，把第二项拿掉了，所以就没有第三项，就只有两项，就只有两项，哦，好，就用苏委员版本就对了啦。对，但是对，那这里还有一个就是不同版本之间，邱委员的版本是怎样？看一下，有中华民国跟国人这，那蔡委员的也是这样的一个差异。要用国人还是用中华民国人？有中华民国就多用一下好了，好不好，邱委员？好，那我们就依那个好了啦，就依苏委员版本修正通过，好不好？
依苏委员的修正动议通过哈。好，第六条确定，我们看第七条。第七条没有修正动议，我们用行政院版本讨论。那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没有。要按行政院版本通过吗？好，那就不念了哈。第七条依行政院版本通过。第八条也没有修正动议，也是行政院版本之外。有不一样的就是蔡委员，蔡委员你有什么意见吗？好，那就依行政院版本通过。来，接下来下一条，第九条，邱委员有修正动议，然后蔡委员有修正动议。好，看两位委员，邱委员版本的差异哈，委员要不要表示一下？第九条，你们的意见在这边。第九条，对，讲一下，因为我是把它写的写的更仔细，对对对，我咨询的时候谈过几次关于这个电子海图、电子定位系统的这个管控办法。第一项我看起来都一样了，所以从第二项哈，第二项的话，第二项就有三个版本，你们行政院说明一下，还是请蔡委员说明一下。蔡委员的第二项也不一样，说明然后再请行政院回应好了。好，我认为最主要就是这个的管理的体系 VMS 跟 eLogo Book， 然后我觉得比较要明确，不过我觉得或许也可以放在附带决议啦，就是希望那个这个行政院的版本除了有这个装设之外，也应该辅导这样子。好，是跟主席报告，我们行政院这边很乐意就是看邱委员跟蔡委员这边的这一个部分到底是要放到条文或是放到那个附带决议，因为这个是让我们在执行这一个所谓 eLookBook 的这一个执行上更有它的一个弹性，所以我们可以同意看看两位委员到底，包括两位委员的第三项吗？都用说明吗？我们放立法说明好不好？可以啊。好，立法说明同样三读，有法律拘束力。好，你们赶快去写立法说明。赶快去写，我们立法说明到时候最后也要确认一次。邱委员有没有意见？那就是你的第三项，对，跟培会委员的第二项都用立法说明的文字在立法说明里面陈述，改写一下。不要了，我觉得还是放在那个原来的条文文字。要放原条文是不是？我觉得还是放原来条文文字里头，这个更清楚。既然可以放的话，为什么要放在立法说明跟附带决议？那我附议邱委员，就是我们按照对不起，邱委员的放在条文里头，然后我的里头会特别强调，就是 VMS 跟 eLogo Book 除了装设，应该要辅导啦。那像相关的辅导，是不是可以在这个立法说明详述这样子？来，你们表示一下，叶署，等一下。主席跟各位报告，因为如果我们看那个行政院版的第十条，我们有针对底下的这几个国际规范底下我们主管机关要定的一些作业，所以在第十条里面，各位请看那个 第五款，填报及缴交渔捞日志、渔获通报，这个就是我们未来主管机关就农委会要去定它的相关办法。那第六款，渔船的标示、渔具的标示、渔船船位的回报管理，那我们主管机关也要定的。对，那所以或许如果说放到说明里面，那 我完全了解两位委员为什么要在第九条这一边定这个，是因为我们怕担心说如果没有附带说明的话，那将来那个很多渔民尤其是小船，他一开始可能在装置这些的电子的这一个那个回报的系统，可能一开始还没办法适应，那让我们主管机关有定相关的辅导办法或是其他的配套措施来做，我们当然也很乐意，只是说在条文上的一致性是不是就放到说明里面？这样，我跟两位委员请教了哈，因为层次上好像是有一点，上层跟细节的那一层并存的问题了。那所以是不是把两位的第二项跟第三项放到第十条的立法说明？因为刚好跟第十条的第五项、第六项呼应。所以我们就把第五项、第六项的立法说明就用
两位委员的这个第二项跟第三项 来充实，这样可不可以？对不起，我说明一下哈，可能我跟裴慧的看法会比较一致，就是说我们会提出这个东西哈。主要是我在跟这个远洋渔业的业者他们在对谈的时候，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是政党轮替前，我在上次的质询的时候我特别提到电子海图的使用跟这些渔获的回报系统现在是不一的。所谓的电子海图使用是所有的渔船业者他们去买的那一套海图跟渔业署或者是这个远洋渔协用的东西是不一样，所以我特别要求就是说这些设备的规格请中央主管机关把它统一起来，就你们认定的标准跟业者用的这个海图规格是不是一样，这个几海里到底海图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我比较在意的是这个啦。好，那包括你们这个电子定位系统包括渔获的这个回报，那回报给远洋渔协，可是远洋渔协常常它是收不到这些回报，然后他只要收不到这些回报的讯息就必须去处罚这些业者，那造成业者很大的困扰，就是说我明明已经所有的定位我一天该回报几次都照实照量的这样的回报，可是渔协没收到，那就变成我的责任，就变成业者的责任了。所以我觉得这些基本的配备设备规格应该都把它制定清楚，即使我们要处罚他们大家没话可说嘛。好，这个，好像有道理啦。这个对，我也认为是要明定清楚，因为之前跟远洋渔业的他们也是这样，因为现在很多的罚则是在于定位上不清楚，到底有没有越界，到底有没有啊？这个将来我们要罚这么重的话，你这个如果不把它定清楚，将来一定有很多争议会产生。因为这个涉及罚则啦，也涉及强制性啦，所以哈，越细节的明定，越能够保障相互之间。哎，那个副主委、署长。我是建议依那个蔡培慧委员跟邱毅委员的版本通过了，好不好？因为依他们两个委员的版本，邱委员的版本是还有加一个所谓统一定定的，他意思是说我们怕里面剛剛。我建议由附议邱委员的版本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把它规格化啦，然后不只是渔船，还有你的渔协的规格应该要一致。另外我建议哦，除了规格化以外，那个比较小的那个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或者层次比较那个，你们要再给予多辅导。另外的话，有关于一些的补助方案，我想应该一并要做出来。会有意见的。我觉得那个现在就是跟邱委员跟裴慧委员不一样的哈，是统一和提供啦，这四个字啦。那现在是说提供这个问题，你们提供什么意思啊？就是免费给他们都用就是了，是这样吗？不然是怎样？这统一定定标准，对。他们没有要求要免费，就是定提供，那就是那就不用提供了，就统一定定就对了，就不必提供了。跟主席说明一下，公告就对了。没有，他现在因为有时候采用大家的标准不一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会有，没有，因为已经是统一定定了。对，所以这个统一定定是有必要性的。好，并公告嘛，就不必提供两个字，会有争议。就是统一定定顿号并公，统一定定并公告之，就等于提供了嘛？不，管妈这样子哈，他们现在他们也有提供，好，就说渔业署他们也有提供所谓的海里线给这些远洋渔业的业者，但是过去远洋渔业业者跟他们要求提供的时候，渔业署在公文的最后一句又加上说。现在所提供的这些坐标要以该国、哦、他们自己提供的坐标为准，那就变成说那你提供的这个到底是准不准确的东西，要你渔业署提供出来的那叫他们照这一套标准，你又说这一套 还不是标准，还要以该国的为主，那到底该国的为准是什么，是不是你们就把它整理出来以该国的为准的这个标准提供给业者，然后让他们去有一个依据，或者是你们可以自己建立一套、建制一套这个符合自己各国家的标准海图 的海图的这个电子海图，给这些远洋渔业的业者来使用。我们要求的是这个东西啦。比如说你们自己提供了一套，然后业者去买了一套好、哦、电子海图，然后他买的那一套是市占率90%的，结果你说没越界，以违法。
这大家都讲不清楚了嘛。我完全同意，我们就是不想说，因为定了这个以后，让我们的渔民不小心就因为这些基本的这些资讯的不一致，然后造成他们受影响。那跟各位委员报告，这里面是针对办法啦，所以使用办法里面，你如果中央主管机关这一边其实不是统一定定啦，你在讲的统一定定是指那个海图里面的那个图是统一定定，但是我们是在定一个使用办法，所以使用办法如果让我们中央主管机关用说明的方式的时候，我们是更有弹性的可以来执行。比如说我们可以讲说，哎，将来因为电子海图里面不同的厂商所提供的资讯都不一样，但我们在定办法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说因为什么样的误差或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范围内，我们就不会让他去受到处罚，将反而是更有弹性。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在定一个办法，所以这个办法里面没办法统一定啊，是里面的、那个、来我们请主席。我认为行政院的版本呢，就是有时候你规定的太细的话，反而没有弹性了哈。有时候渔民哈，他是在不小心的情况下哈，那如果真的是有触法或是有越界或是怎么样哈，可能我们在执行上面哈也会有很大的这个阻碍啦。这样好，我觉得还是要参考一下。对，就是张委员跟副主委的解释哈，我替他们整理一下哈。他们的意思大略是这样，是那个文字结构的问题。好。就是说这个文字下来，主词是使用办法，主词是使用办法啊，所以使用办法第一个它就没有提供使用办法，就没有提供 的这个动词使用的那个机会。那另外就是说主管机关订定好并公告知的时候，那个订定是主管机关统一订定跟主管机关订定，其实意思是一样啦。主管机关当然统一订定啊，也就是主管机关订定啊，意思是一样啊。现在就是说如果邱委员认为统一订定的统一一定要加进来，那我们加进来加与不加都不影响，都不影响本质嘛，所以我倒觉得也可以尊重邱委员。好，但是那个提供确实奇怪，就是主词是使用办法，我们读下来，使用办法要由主管机关提供，提供使用办法比较怪啦。如果是把它改成主管机关订定并公告之，可以吗？就好，由主管机关订定并公告之。对了，这样是最简洁。这样是比较最简洁。报主席，那个报主席，那个我这边提供一个文字修正建议哈。你早该提供。是。那前向船位回报器、电子疑惑回报系统、电子海图及监督管控中心设备之管理办法，由主管机关订之就好了。也就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相关的是最一致性的体例的，就是我们国家的那个的法律的使用体例都是这种文字啦。是之管理办法。规格有在里面吗？就管理办法就是刻意模糊了，刻意模糊，到时候再看，因为海图啊，还有一些设备到底需不需要详细去定规格，到时候在授权执法的时候再去处理。就是授权那个，在一个，其实现在是有订，但是业者那个，我们也会听业者的。那如果邱委员想要让他更明确的规格，那些就放在就是文字依你们现在提供这个最简洁的一般使用的法律体例的文字，但是把邱委员想要表达的那个细节放在立法说明好不好？就是管理办法应包括什么什么规格等等这些，这样有没有困难？好，啊，你们就去写立法说明好不好？哎，来文字改一下哈，确认一下来。把修掉了嘛，规格。规格拿掉，那定一个使用办法就包含规格在里面。对。就依邱委员跟蔡培慧委员的修正案的提案做文字修正。规格又拿掉啊。来，之管理办法由主管机关订之，由主管机关订之。就这样很简洁，但是呢，但是其他邱委员的意旨，哈，跟蔡委员的意旨，你们放在立法说明去加以说明。定之，定之。留后面那个定，前面那个。回报器。之管理办法，第三项要啊。第二项。现在是在改第二项。第二项而已啊。对啊。
前向船位回报电子渔获回报系统。电子海图及监督管控中心设备之管理办法，由主管机关定之。这样是，这样是以后那个字定打错了。这个定才对，这个定才对，嘿，法律上是用这个定，法律是用这个定，好，好，那第二项就这样文字确定，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那我们就用这样确定哈。那看第三项，因为蔡委员跟邱委员第三项文字一样，我们就依他们两位委员的提案通过，好不好？啊，好，谢谢。那我们第嗨嗨啊，第二、第三项跟第二项意思一样的，一样意思一样。你说内容意思一样吗？回报器、电子渔获系统，哦，这前面的办法就有了。办法等都是，所以是不是把第三项，第三项就拿掉？不过他这里是有辅导放进来哦，不是管理哦，主要是在辅导哦，辅导哦，是不是在前面加辅导？辅导，前面就把它加辅导。在前面第二项的时候，管理与辅导，之管理与辅导办法，这样吗？等邱委员，主要是要强调辅导。要不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替他做决定？就是把辅导加进去，可以同意哈，加辅导进去哈。好，那个经营形态差异这个意涵，你们就把它在那个文字那个不是那个立法说明里面，把邱委员的意旨也把它含纳进去。好，现在总共有几条你们需要下去写立法说明的，你们都有记录哈。好，好，那各位委员，我们这一条的文字就这样确定，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第十条。第十条我们暂先以行政院版本下来讨论，那蔡培慧委员有修正动议，有修正版本。还有没有哪一位委员有修正版本？都有嘛，都有不一样。对，只有蔡委员的跟行政院版本有不同。好，请蔡委员。大家好，我补充说明，因为现在的行政院版本是直接从渔业法第四十之一条直接复制贴上的啦。然后呢，我仔细的去比对了，就是不管是欧盟或者是现在的国际渔业法的规范，我大概有几个想要建议的。第一个是，在根据我的版本的第一款，就是渔捞作业期的，对不起，就是第十三页那边哈，渔捞作业海域及期间，还有禁渔区及禁渔期啦，这个是目前国际有规范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加以制定哈？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是在第十二款哈。也就是在第十四页的第十二款，就是说我们现在渔船跟渔捞作业的相关资料，台湾公布的跟台湾呈报给一些我们参与的一些区域渔会，对不起，国际这个渔域的这个资料都不太一样，所以我是建议我们应该资料公开透明了哈。那第三个建议是条款项和最后一句就是这些条前面各款事项锁定办法，应随远洋渔业作业需求定期检讨啦，也就是定期检讨这个是不是也应该要纳入考量？大概是这三点建议。好，你们回答一下。这个我们同意。所以那个培慧委员刚刚第一项你没提呢，你第一项比较没关系是不是？第一项您说的是参考。哦，参考对。第二项，第二项。渔捞作业的第二项，我记得刚刚那个立法说明会涵盖进去了，我们刚刚有讲，所以你刚刚也没提第二项。好啊，那第二项我们先持暂不论哈，最主要是那个第一款，第十二款跟第二项。好，现在的第二项，来你们说明一下。这个可以啊，这个 OK 啊，这个都 OK，没问题了。裴委员的这个 OK。哎，所以定期检查，你们定期检讨，检讨就好了，不必修正了。好，因为检讨就自然会去修正嘛，好不好，蔡委员？好，是好。所以其他各款就都跟行政院版本一致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主要依行政院版本跟蔡培慧委员的版本综合订定。好，那第一项跟第二项的主文都依行政院版本，以下各款，好，第一款依蔡培慧委员之版本，二三四五六至十一款依行政院版本，然后增列蔡培慧委员的第十二款以及第三项，是，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用这样修正通过。需不需要确认文字？那个，请蔡委员确认一下文字。第三项他要写进来。增列十二款，增列十二款就是用。对，增列蔡培慧委员的第三项要文字看一下。好，把即修正，就写到检讨前项各款事项之锁定办法，应随远洋渔业作业需求定期检讨。那原十一项就要列，原十一款是要列到第二项的最后一款哦。好，那依行政院版本文字，这样有没有意见？好，来弄好，确认一下，原来的十一款要放到最后一款，依行政院版本的文字，然后蔡培慧文的十二款放进来，变十一款。对调。十一跟十二要对调。十二对调。十一跟十二对调。所以这文字还是要看哦，好，然后第三项文字请蔡委员确认一下。好，没有问题。好，那我们这一条哈，第十条就依行政院版本与蔡培慧委员版本订定通过哈。那个接下来第十一条，第十一条各版本都没有差异嘛，我们就照主席，来那个第十条哈。行政院版本跟黄昭顺委员的版本都一样的哈，应该要把黄昭顺委员哈列明一下哈。行政院委就依第十条，我们依行政院蔡培慧委员与黄昭顺委员版本综合订定，好通过。好，来赖委员，那个十一条嘛，对不对？好，我们现在看十一条，对。赖委员第十一条有好，其实我也有版本了，不然但是大家好像讨论上都没有很多没有那个。那我是这样讲一下，第十一条的部分主要是现在我们的有四十二个合作的一些港口了，但是如果以现在的这个行政院版本的条文的话，以他们现行的处理方式，有可能会降为二十七个，甚至到二十个。那我对条文内容是没有特别的意见，但我希望是。未来的这个渔业署在这一块的合作港口这一块，不要能够，因为欧盟的看法其实是希望你们能够做有效的管制啦，能够做处理。但是我们往往因为我们这个行政渔业署的资源有限或人力有限下，我们就自我限缩了，所以我希望这一块能不能请渔业署说明一下，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来，我讲，你们说明一下。那个国外港口主要就是说。能够执行这一些的检查，我们是 OK 的。我们先前就是有一个三项的那个标准嘛，就是说你必须要 SGS 嘛，然后就是能够我们的人员去检查嘛，还有一项是他们就是当地国，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说如果能够执行这样的话，我可以，文字你们修一下好吗？好，是，可以吧？那三个。是不是就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在要依赖委员的版本修吗？赖委员就是后面有加一个，就是但我国渔船与国外渔业合作国指定的港口不在此限哈。那指定的港口后面加一句话，就是说，并与我国建立合作检查机制者不在此限。所以我们重点是说是在跟我们有建立一个合作检查的一个机制。对，来，你念一遍，你全部念一遍来。整个条十一条哈，不是就是要改的啊，从卸鱼后面，卸鱼前面都不改嘛。对，但我国渔船与国外渔业合作国指定之港口，
且与我国建立合作检查机制者。好，且与我国建立合作检查机制者哈，不在此限，不在此限哈。好，嗯。这样会有问题，这样会排除他的核准机制。是，主席。是，来，我请问一下哈，委员，从42个合作港口变成27个合作港口吗？是这样吗？要不然怎么说？是目前是42个，那如果将来如果说其他的港口如果有这样的需要，而且能够去跟我们合作去做这一种执法的话，我们都会开放啊。是有可能是增加，不会减少，是吗？对对对对，是这样。如果他的条件是我们的人可以去那边做检查，或是说当地国的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合作去帮我们去做检查，这个是可以的。哎，那现在横滨呢？横滨这个港口还有存在吗？横滨是日本横滨的，日本横滨有港口。目前没有。对，目前没有啊？以前有吗？之前也没有，一直都没有吗？我们这个日本带有3-4个港口有列在我们的这个可以许可卸鱼的这个港口名单里面呢、啊。嘿，那它有列入吗？这个我们要在我记得横滨目前是没有。对，好，那不好意思，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刚刚提的建议哈，可能因为这个部分我们非常支持赖委员，就是说对于港口的部分，我们会非常的用心的去推动这些建立合作机制，以后让业者能够有更多的港口可以去作业了哦。那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目标了。所以，但是如果在条文里面放一个弹书在这边，等于说会限缩了前面第11条第一项的部分的这一些执行。可能会有一些，或者你们看在立法说明还是附带决议上面去做处理了，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就是积极的推动，不要影响到，不要因为你们的能力就是没有去处理反倒影响到整个我们的合作的港口。是是，那赖委员的第二项的前项有需要吗？因为主管机关就主管机关啦，很确定啊，需要前项主管机关吗？哦，那个应该是不用，所以那个第二项也用赖委员版本 OK 吗？我们就以赖委员版本来讨论，好不好？好。是 ，OK， 好。那前项删除了，好。就主管机关并得派员，这样子下来就可以了嘛，好。那第三项赖委员版本的第三项，就是第一项许可之申请资格嘛，好。好，那这一条我们就以赖瑞龙委员版本。修正通过第二项的部分還是，你弹书又不要了吗？你现在是怎样？不是不是不是哦，啊，是不是弹书我们就暂时第一项的弹书我们不要，然后放到那个立法说明里面我们来做说明。對，等一下来，所以从弹我国渔船那个全部不要，刚刚不是说可以，后来又说不要，还是有干戈哈。那赖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没有意见啊。希望就是，但是就是在立法说明或者附带决议上要去要求，就政府要积极的作为啦，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合作港口城市越来越少。好，那蔡培慧委员的第二项有没有要说明？主席，那刚刚主席建议说前项两个字删除，那我是建议还是维持，变成是前项作业主管机关并得派遣或委托等等等，这样查核的范围会比较清楚一点。也就是前项加一个作业，前项作业主管机关并得，好好，赖委员版本的第二项加前项加作业两个字，好，前项作业，好，那第三项就是用第一项许可，这个就没问题，所以弹书也不要就对了。好，那我们剩下的是蔡培慧委员版本的第二项，蔡委员要不要说明？我想就按照。行政院版跟对不起，赖委员版即可。好，好，那我们第十一条哈，主要有赖瑞龙委员版本，那蔡培慧委员、黄昭顺委员跟行政院的版本了哈。我们最后就是综合通过，但是赖瑞龙委员版本当中第一项弹书部分，要求你们写一个立法说明，把这个精神要旨揭露出来，好不好？好，这样可以吗？好，谢谢。那我们第十一条就确定，文字看一下。对，这个赵赖委员第十一条赵赖委员的版本，第二项赵赖委员版本，好，加作业两个字。好，
就是我们用赖委员的版本讨论，但是第一项的但书好不列入，第二项加作业，好，第三项照列，好不好？好，就依这个赖委员版本为主，然后综合其他版本修订通过。好，看一下文字哦，因为他们有时候还是会漏掉哦，前项作业嘛，哈，这样有没有问题？啊，确定。那我们接下来看第十二条，十二条有蔡培慧委员的版本来。我说明一下哈，我这个主要是去强调这个观察员的这个任务啦。那我建议就是说保留，然后待会跟管委员的34条之一再来讨论这样子。好，我们十二条蔡委员十二条暂时保留哈。接下来看以行政院版的跟各版本的第12条，我们接下来还是看这12条。我们先暂以行政院版本讨论好不好？那黄昭顺委员有不一样修正，是不是请张委员代为说明一下？这个哈，我想黄昭顺委员哈，他也本身有跟所有的渔业界代表哈都讨论过了了哈。那是不是就说啊，在这个部分能够尊重我们黄昭顺委员哈，就是采事后报备的情况？那另外有蔡培慧委员第三项的修正，就是核准期限废止顿号这几个字，那是不是一并请你们主管机关说明一下？还有赖瑞龙委员的第一项里面的同意并向主管机关备查等文字，来说明一下可以怎么总和？啊，跟张委员报告一下啊，就是说跟黄委员的那一个第一项的后段这一个哈，因为我们渔船要去哪一个国家合作？我们是船籍国，我们事先都应该要做掌握了。那如果说他用报备的方式，等于是他已经去渔业合作了，我是被动被告知。那万一这一个国家是有可能他管理不善的，或有什么在国际上名声不是很好的，那我们的船还跑去那边做渔业合作，恐怕就不大好了。那我们是建议说，还是在我们维持行政院版的第一项的这一个部分事前核准。那我们也跟工会沟通过，将来的核准我会采你如果想去哪个国家，你事先跟我这一个申请核准，那准了你再去拿相关的文字事后跟我报备，这样子就好了。那文字上基本上我们行政院版这样的文字是不是会比较可以防避一些万一，因为他去入渔就要缴钱哦。他万一去缴了钱，结果回来这个国家我是不准的，反而是对业者是一种损失啦。那我们事前他先向跟我们申请核准，可不可以？我先告诉你，你不要贸贸然去缴了入渔费，那这样恐怕也不大好。那这报备是反而是我就等于是被动告知这样子啊。以上说明。那这个跟我们去充值鸟交也事先跟你们报备啊，但是你们也还是让他去了、啊，对不对？还是发生这些事情啊？那是像这个要怎么解释嘞？来，你们说明一下。跟委员说明哦，这个是，我们这边这个条文讲的是合作，怕就是说业者万一你去跟那个，比如说已经列管的 IUU 那个作业，那万一这个是已经是不是很好的，那充之鸟交是因为那个没有申请那个所谓的去基地的，去靠国外基地，原来就是在我们的水域里面去作业的，这个是两个不同的那个规范这样子。反正第一个哈，就是说在我们的国人哈、国民哈、渔民要出去出海捕鱼的时候，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呐、啊。我想这是要件哈。那至于就是说渔业署本身的认定了哈，认定跟渔民的认知有没有差异？或者这部分你们在宣导上面有没有让渔民模糊的焦点？这个部分我们是希望加强的，不要让渔民触法了以后到最后是没有办法弥补的，甚至我们国家也没有办法去为他们伸张助权。所以我想充之鸟交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借鉴。好，我想我们是可以支持行政的版本，只是说希望就刚刚讲到要积极的作为，就政府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协助跟那个渔权国的那个谈判，或者是协助刚提到的
港口的合作这块，政府要更积极的作为，大家只担忧你们变得很消极，而且在限制自己渔民的那个部分。好，所以还有没有其他委员有补充意见？那我们这一条就以行政院版本修订通过，好不好？好，没有意见哈。好，谢谢。另外，刚刚我们那个委员会的同仁有提醒我们哈，回头来看一下第十条有一个文字的细节哈。我们增加第三项蔡委员的第三项的时候呢，各项各款事项之锁定办法的那个锁定两个字，是不是我们予以删除之办法，好不好？好好，这个就回头来复议确认。好好，继续我们看第十三条。第十三条我们有修正版本，我们依修正版本下来看好不好。我们还有邱义莹委员、还有管碧玲委员、蔡培慧委员也都有修订，哈，黄委员有修订。那个你们有没有看一下各版本？然后先哪一位委员要先表示一下意见？先看黄委员的第一款，因为第一款就黄委员有。张委员有要说明一下吗？经主管机关预令限期返回指定港口而未返回者，但渔业证照逾期非属本款范围。主席，我先提十三条嘛，哈。对，十三条是那个重大违规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条款。那 我想要可不可以请渔业署再说明一下，为什么韩国的部分他定了十二个这个相关的样态，那我们要定到这么多的样态，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再做更精简的，更清楚的定义的？好，来渔业署说明一下，你们谁说明？是先跟各位委员报告哈。我们定十九项哈，是当然第一个是我们要参酌整个国际渔业组织啊，包括联合国那边所定出来的这个一些项目。那当然当中他们所定的项目，我们也有涵盖了一些我们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些项目，譬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些第十六、十七哈，我们认为是。这两个东西是涉及渔船如果有洗鱼的话，哦，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啊，就是用自己的这个渔业证照，哦，给他船使用，或者说他船的渔获物冒用这个本船的这个一些证明。所以这个是我们后来有一些做一些新加的。那另外就是说包括第十款部分，哦，从事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的这些渔业种类，比如说许可他去做延绳钓，结果他跑去公海做拖网，这就是我们认为是已经非常严重的一个这个违规的一些行为。那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这个内容是有包括国际组织给我们的一些建议，相关国家给我们的建议，包括国际组织的一些规定，然后再容纳我们自己觉得一个特殊性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些新增。好，你们就是综合说明了哈。我是不是请教各位委员，这个因为是属重大违规样态的一条，我们一款一款来看好不好？好，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一条。好，那首先我们先看第一项主文哈，中华民国人不得有下列重大违规行为。国人跟中华民国人的差别，我们是不是用中华民国人跟前面呼应，好不好？好，那看第一款各版本之中，就是刚刚黄委员不一样，其他各版本一样嘛，哈。所以看一下黄委员这个版本，你们说明一下，要不要加？那个，我想黄委员的意思啊，是要请教我们渔业署了哈。对于就是说，如果预令就是期限还没有返回的了哈，那这个在是怎么样的一个规范呢，哈？是不是属于这个渔业证照逾期的范围之内？他这个跟你们大概解释一下，让他了解一下。好，跟张委员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哈，现在国际上在你出公海作业，你一定要拿这个船籍国的证照，
哦，就是说你这个船籍国是做有效的管理，这是一个先决条件啊。如果这一艘船的证照你没有拿证照出去作业，那当然这个就是属于这个非常严重的，在国际上认为是非常重大的一个违规行为。那通常你给证照就一定有一定的期限，那像我们的渔船就是4年或5年，有大船小船不等。那这4年期间到了，也就是说我因为我们会有渔业证照，会有设计有这个期间，就是还要考虑你的适航性，这船舶你有一定要配合船舶检查的适航性，然后要考虑你过去有没有违规记录。那所以你执照届期了，你要来这一个申请延长你的换发你的渔业执照。所以没有渔业执照或是渔业执照逾你的这一个锁定的这一个期限，那你去从事渔业，那个就等于是跟无照的行为都一样了。所以那这个基本上现在就是国际上公认说你要船籍国要做妥善的管理，有效的管理的一环。那如果说你执照逾期了，然后说叫他回来才不回来，哇，那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海上持续在作业被抓到了，哇，这个又是等于是国家会，人家会认为你这个国家的船队管理是有问题的，怎么会放任？这个都没问题啦，你讲太多了。来，我们只是看黄委员这几个文字有没有什么问题啦。那个就是原意指，所以你就认为不可以嘛？ Okay， 就是那个主席，我看 没关系哈，就最主要是让他解释一下了哈。好，那预期的部分哈，我们渔业署这边是怎么来处理的哈？也请说明一下就可以了哈。对，因为这个什么不属本款范围，大概就放手了，这个不好。好，那个跟委员报告就说，执照逾期这一个部分，我们现在有一个机制，就是让他只要在船舶有效期限，我们现在是3个月前换照，将来我们要调成说，你只要渔业这个船舶检查在有效期间，你随时可以提早来换照，这样就可以避免他就是说长期出海作业，你自己可以提前来换发渔业执照，就不会有在海上渔业执照逾期这样的一个事情会发生。好，这个有限制期限吗？还是依照它的航程？就是说你这是每一次要出去都要申请吗？是吗？哦，没有，渔业执照一发就是4年。嘿，对。好，那 OK， 好，谢谢。那这一条的话，我们就照原来这个啦，因为大家都一样嘛，总共有苏正清委员修正版本、行政院版本，还有蔡培慧委员版本、赖瑞龙委员版本、邱毅莹委员版本、管碧玲委员版本，我们的第一款都共同的文字。那黄昭顺委员版本的后段文字，同意说不予列入，所以我们就综合确定这第一款。第二款呢？第二款就是蔡培慧委员的文字稍有不同，其他都一样，但是意旨是相同的。那文字有坚持要用吗，蔡委员？这个意旨禁渔区，只是因为刚刚我们有征列禁渔区啦，那这个可以由那个行政院来农委会来说明。你们说明一下，如果用蔡委员的版本呢？我们放在后面是不是？你们放第八款。好，蔡委员，重点反而不是除了禁渔，而是应该是他的。那我们就切开好了。OK， 没问题，就不用说明。好，就不用说明。好，那就 依院版、修订版或各委员的版本哈通过。可是蔡委员版本不坚持哈。好，来第三款。第三款也是蔡委员版本略有不同，其他委员版本一样。我觉得就按照这个行政院版本。好，那蔡委员版本不坚持，我们就依大家共同版本综合通过。好，来第四款。第四款行政院要说明一下，因为有比较多不一样。第四款要不要说明？第四款主要就是蔡委员这里，还有赖委员，赖委员加一个取得他国许可。跟几位委员报告，因为其实第四款就是说，我们现在你要去渔业合作，除了要拿到对方国的准证以外，重点是我船籍国有没有核准啊。所以我们是建议维持我们行政院版是未经主管和机关核准，这个才是有没有违反这一个规定，而不是说你船籍国同意了，我就可以了，这样有问题啊。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第四款我们用行政院版好不好？好，来接下来第五款。
第五款主要是有黄昭顺委员版本，以及赖瑞龙委员版本，还有邱毅莹委员版本、管碧玲委员版本，增加了动机，哈，就是蓄意或故意，哈，那比较多是用蓄意，哈，蓄意或故意，哪一个才是比较是文字上面的通例？嗯，法律文字应该讲蓄意吧？蓄意就是动机了。对呀、啊。建议用故意啊。用故意，好像都是故意。好像法律通案，那个是法律文字的通案。国文老师，你看要用蓄意还是故意？法律文字上的通案，啊，就法务部来说明，用故意哈，我们依法务部意见好不好？好，张委员，好。所以就增加，一定要增加是故意犯啦，不可以照原那个原行政院版本这一条款，我所有的委员都谴责过你们啦，你们没有把那个故意放进来，有时候是非故意的情况之下都全部都被重罚，这个不可以。那要加在哪里？好，就故意嘛，要加，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要来，就按邱毅莹委员的版本这个文字嘛，好，我们好第五款哈，第五款各位委员同样全部哈，包括赖瑞龙委员、黄昭顺委员、蔡培慧委员、管碧玲委员、邱毅莹委员，全部都要求一定要把故意犯才列入属于重大违规样态，好，全部都一样，但是我们以邱毅莹委员的文字通过，好不好？第五款，好，来，接下来第六款，第六款就是蔡委员有稍有不同，他也把故意加进来，不过针对行政院版的第六款，我是写在第十三，所以我觉得就按照行政院的，因为我的顺序有一点不一致而已。那第六款我们就依行政院版本通过。第七款，蔡委员跟黄委员要不要说明？还有第七款主要是配额的比例啦，跟特别是那个苏委员的版本也有配额20%，所以这个是不是请行说明一下？说明一下，这农委会需要说明。同意苏委员版本是，其他委员还没意见？如果依苏委员版本通过，好，那第七款依苏委员版本通过，好，第八款。禁逾期，大家都一样哈，啊，那就好，依所有各委员跟行政院修正案等哈，全部通过，好不好？好，依行政院文字啦，好不好？因为各委员版本文字都相同，那依行政院文字通过。第十条，第九款，我们刚刚讲的是第九。第九款，我们现在看第九款哈，使用主管机关禁止之逾期。好，依行政院版本通过。第十款，从事未经主管机关许可之渔业种类。有没有其他委员有什么？好，那依行政院版通过。来，接下来第十一款。用那个麦克风给邱委员。第十一号，对不起，第十一款我后面加了一个，就是或体长过小鱼类。我把它全部念一遍哈。第十一款我是写故意捕捞、持有、转载或卸下、销售禁捕鱼种或体长过小鱼类。好。那苏正清委员的修正是明知为禁捕鱼种而捕捞，好，那另外是黄昭顺委员的，黄昭顺委员版本是蓄意捕捞，那赖瑞龙委员版本也是加蓄意捕捞，那个黄昭顺委员，管碧玲委员版本也是加蓄意捕捞，主席好，来，黄昭顺委员还有一个禁就是。禁捕鱼种的数量要达明显犯意。哦，对，还有一个禁捕鱼种数量已达明显犯意。
对，这个是蓄意再加这个哈。哎，那我们十一款哈，就依黄兆顺委员版本通过好不好？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那前面的蓄意也要加进去，蓄意就改故意好不好？好，故意哈，好，故意哈，因为我们包括邱毅莹委员，还有管碧玲委员、黄昭顺委员都有蓄意捕捞，那我们就把它改成故意。啊，委员可不可以就是刚刚黄昭顺委员版本的后段了哈，就进补于总是已达明显范例。这会变成一个很不明确的法律概念在那边呐、啊。这个你们刚刚就很慷慨啊，这个就说可以啊。这个将来没有，因为我们举例就是说，比如说抓了一尾鲸鲨，那你说一尾鲸鲨，其实它就是很严重的一个违规行为了，一只都不可以啊。那你又说他要明显犯例，他告诉你说我真的没有犯，不明显，对，那会那个张委员，现在我听他们的意思大概是说。蓄意其实就已经有你要去看他的翻译了，蓄意就是一种翻译了，意思就是说渔民不小心不是蓄意的，然后去触犯这样的一个规范，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部分稍微有一点点空间。来，赖委员，就一样是列到那个说明里面或什么，就是清楚知道将来在执法上面的时候，那个那也可以避开在法律上面写的让张委员的用词我们了解，但是现在就是那个量会有特殊语种，特殊语种是一只都不行，所以用量的话会有问题这样子。好，那如果是用苏委员的版本呢？对，主席，我们他们行政院同意用苏委员的版本，就是说你明知为禁捕的，你还去捕，那才会违反。那如果好，这个会不会比较合适？对啊，因为在海里，你怎么会知道到底是捞到的？情况是怎么样？放掉了，放掉就好，放掉了啊！我们听一下那个好不好？听一下，反正就是不支持故意的啦。但是如果等一下，那个蓄故意的那种列举、那种写法，跟明知的这种写法，是不是我们请那个法务部给我们比较一下？罗参事。两种写法不一样。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事实上都是故意啊，只是法条用语用明知的话，将来是要证明他是直接故意。对啊，对，那我们故意的话是直接故意、间接故意都可以。对啊，都可以，不好哦，所以我还是觉得用故意好不好？用故意的话，变成直接、间接，我们都可以处罚到这样。跟委员报告。好，我们还是用故意哦，哈。那就是用加故意。不要啦，因为各委员那个不能用行政院版，这个行政院版是该骂的，我绝对不会讲这一款是用行政院版，这一款就用，因为是用故意嘛，就用邱毅莹委员、管碧玲委员、赖瑞龙委员版本修正通过，然后文字是故意捕捞、持有、转载或卸下、销售禁捕鱼种。你就是前面加故意，你要删掉吗？对他们说这个前面加故意，不要明知，因为那变成是直接故意，才是把间接故意放水了。那个邱毅莹委员后面那一段不要哦，就是依邱毅莹委员、赖瑞龙委员、管碧玲委员版本修正，然后在行政院的文字前面加故意，好，来，嘉来，来老大，好，那看一下文字，来，看一下故意哈，第十一款，好，第十一款确定，来，接下来第十二款哦，第十二款，张委员，我们如果依行政院版呢，各位委员觉得怎样？我有一个小修正，我看一下来，我的是渔获通报资料故意填报。或严重误报，对，这个说明一下，来你们回答一下。第十二款我没有吗？我好像也有，等一下。那个等一下我的版本等一下。苏委员的版本会比较清楚。苏委员的文字是怎样？是说严重不死，那什么严重不死就是说你。
果你一百跟五十，那就有差距了。你们都用麦克风，好，都用麦克风来。还有哦，我的版本更严，你们不能随便罚。我是写但主管机关限期改善而未改善者，这个有没有问题？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就不好了哈。好，好，这个我不坚持。不是啦，这个是对渔民好啦，等于是要第一个先规劝让他限期改善呐。Hannah， 对，依照苏委员这个严重不实啊，因为你要用苏委员，对，因为你各位有没有意见？对，就说你有一个误差范围都还，就说你实际通报跟。好，第十二款用苏正清委员修正版本通过。第十三款，行政院版本跟大家意见差不多一致。十三款只有那个蔡佩委员这个不一样。来，好，十三款就按行政院版本了，好不好？好，好，修正通过。第十四款。快来，嘿，十三款吗？是报主席，刚因为我们第十一条有增加一个第二项，所以这个规避妨碍或季节应该是调整为十一条第二项之查核。哦，好，配合十一条。OK， 因为我们十一条有了，好，来您再讲一遍，他们改一下，马上改来十三款，请再说一遍。哎，十四款，请再说一遍。是十四款。修正为规避妨碍或拒绝第十一条第二项之查核。好，第一项改第二项，来，后面就不需要改哈，是不是？好，依行政院版本修订通过。第十五款，依行政院版修订通过。第十六款，没有变动嘛？哈，好，依行政院版修订通过。第十七款。依行政院版通过。第十八款，好，依行政院版通过。好，第十九款，蔡委员有些许不同。哎，你的已经不是十九了，是你的十八。啊，对，好，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其他国家国际渔业组织或经济整合。把它明示这样而已，这个我觉得都可以了，就不坚持哈。那我们就依行政院版通过好吗？哎，来看一下第二项，各位有没有意见？你们说明一下，这个条次有没有因为前面的修订需要变动？确认一下。嗯。不是，我是说第三项的条次，哎，这一项的条次，这是第二项吧？第二项的条次没有问题哈。好，那就依行政院版通过的文字通过哈。好，那我们很不容易哈，这一条这么多款，第十三条呢，我们就综合所有版本，依我们刚刚讨论时候的决议哈，就修正通过。哦，你有说要休困嘛？来啊，今晚几点？要不要休息？啊，好了，你们休息五分钟好了，好不好？好，谢谢。